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的迪迦奥特曼可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啊！哎，我来到海边玩的时候呢，竟然发现了这么多黄蜂啊！你看，这些黄蜂呢在沙滩上飞着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难道这些毒黄蜂又是怪兽放的吗？啊，我们一定得小心点，因为这些毒黄蜂的攻击力啊可是非常大的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慢慢的过去看一下吧。哎，你是会不会攻击我呢？我去啊，看来还是我多心了啊，都不用怀疑，他们一下子把我给毒死了啊。好，看来今天呢又得在海上跟怪兽决斗了啊。这一次呢是这些毒黄蜂啊，来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继续过去啊。这一次呢我得小心一点了，因为这些毒黄蜂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。来，过去，你看这些黄，哎，这些黄蜂竟然还会游到水里面去，你看，看到吧？但是不要慌，我的这个，哇，这个黑色的和蓝色的，不是绿色的，都是毒液啊！好，我发现用这个加特林对付这些大黄蜂啊，也是相当的快啊！好，这边呢已经被我打完了，只有最后一只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这只啊，你看这个丛林里面藏着还有很多，是吧？哇塞，这些毒黄蜂的这个毒性是真的强啊！不过全部都被我消灭掉了。刚刚有没有发现，这些黄蜂还会游泳的哦？啊，走到这个大海里面去了啊！不过好在全部都被我打死了。那今天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